重大集合现在开始啦！同学们，终于到齐了，幸福儿子终于上了！哇，我们今天带各位来逛市场了，哇，厉害！是云林西楼全台湾最大的果菜市场。钱果然是要来云林西螺果菜市场才有啊，不愧是台湾最大的蔬果运输中心，既然都来到这里，一定要好好和大家玩游戏，还要带着满车最新鲜的青菜回家。让我们来玩个因地制宜的游戏，上次我们玩过抢抱枕大作战，这一次我们将抱枕换成蔬果造型，名称改叫抢蔬果大作战。来来来，抢菜大赛哈，这进行游戏啊。对对对对，已经开始了，这么多人欢迎我们啊，大家等着领奖金啊。对对对，哇，我们亲眼见到这个地方这么大，你看看，真的蔬果中心啊，没有错哦。有没有想买菜的感觉？很想哦。而且这边逛菜市场，对啊，那菜买起来一定便宜嘛。对啊，第一手的。我们来知道这个蔬菜有多新鲜，你看看。应有尽有啊。对对对，那这样。我们应该小钱呢，欢迎你回来了。啊，小钱小钱小钱啊！这个一来呢，第一个游戏先下去玩一下。你也许没看过，但是你跟谢欣配合，谢欣会教你。这算学姐啦，过去是发红包的对对对女主了。谢谢学姐，学姐好，学姐好，欢迎归队。她是学姐。对对，慢慢慢慢一样的一样。你们两个为一组了啊，你们两个一组来抢男生，一个男的来，我先介绍江正凯。好，对，郑佑，哎，郑南中，南中，许德伟教练。你们这个要抢要蛮力，近期有什么一些烦恼困扰的啊？30秒，所以你要选一个男生。对，只是抢这个抱枕哦，不能抢别人，打人哦。你不要打那个男的啊，郑南中、德伟，还有 Terry 跟郭宗佑。是啊，我觉得这里最软应该郭宗佑。郭宗佑，好好好，郭宗佑。所以比较软一点。郭宗佑可以啊，好，请就位。来，30秒拉了起来，奖金2000块。我先，然后我没力气再拍手。郭宗佑先报警。那个谢哥也是示范赛，观众朋友待会看清楚了啊，来一杯。抢菜大赛，一位。哎，抢菜大赛哦，我们就只有30秒时间，你不要再比较快，马上把菜给拿上来。我拿不起啊，这枪拿不起，拿不起了，完全不行，换手，换手，换手。小钱这么狂热，他这几天的运气完全爆发在这个郭宗耀身上。他现在很不对。赛不能瘙痒啊！不能瘙痒，瘙痒。
上也不能笑不出来，断掉了，看你好像脚都拔断了，你看到断了，好可怜哦，怪力啊！我一开始想要冲后面，想说他会往前翻，哎，他差一点翻船了。高一姐，你们要教谁？夏阳，都可以吗？对，那就是许德伟啦。他说，我说都可以啊，那就是许德伟啦。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对呀，那 OK 啊，他点名了，许德伟来来来来来，预备，30秒。你在干嘛啦？30秒。你在干嘛啦？是拉不赢男生啊，力量大，拉不动。对，我被合力啊，他有在练呢，动都不动哎。当然，哎，张文琪已经把他都抬起来了。对啊，你看你看，对，像这个都算失败了。对啊，失败。接下来好紧，接下来观众可以来挑战了。挑战时间是1分钟啦，不要1分钟，30秒太短，是啊，一下就结束了。两个人，观众只有一个人而已。对对，哎，有没有来参加抢赛大赛？谁要抢赛？这么瘦小，好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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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贵姓？姓徐，姓徐，在爹吗？了解，是。你听北彩不？嗯，北什么彩？北追彩。下面就追彩，水根吗？不是水根，就是种都是种在土里的，只是我们是叶菜类的。叶菜类，哪几种菜分为水的？就是像高丽菜、高丽菜就是球菜，然后红花菜呢？红花菜是算水菜。水菜。不算了哈，不算。哦，那我分街的最惨。对呀，菠菜啦，哦，五羊的那个预算。可是我们刚走进来有零售商，你是零售商还是？是。哦，这里不都是大牌子？对呀，不是几家出去，那我那个零售哎。有，每个人都可以进来卖，你就是只要付20块钱，就可以进来卖。20块就可以进来卖。对。然后各凭本事啊。对。一个摊位20块啊，入会费只20块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可是那每个摊位有个菜会重复不是吗？是啊，最近后背哦，不错，我会贵你洗啊嘛，生意会更多了，对，哇，你有小孩吗？有，你有带小孩还是卖菜？没有啦，小孩去上课了啦。哦，所以你来抢菜就对了哈。对啊，好，OK， 那既然来抢的话，我们这样，我们有3个女生啊，男生太难抢了，真的。3个女生的这个，那就三个女生啊，4个你选3个来，你选谁？张文琪、谢欣、小贤、高丽杰，抢一个起来就1000块了。小贤一个，然后这个小贤，小贤两个，喂，玉洁啦，玉洁，好，还有一个，看到我跟谢，把男生位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哎，还有一个，谢欣一个，高玉洁一个，小贤一个，我跟你讲，这你总共有60秒，抢完60秒结束，三个都抢完3000块，好吧，啊，那直接就7000块，30秒三个都抢完了，2000块就加到5000块，30秒三个都抢完，30秒啦，哦，好，好，来，请就位，加油。抢一个1000哦，抢两个2000，抢3个3000，60秒以内，30秒三个都抢完5000，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抢菜大赛。Yeah.
是放水吗？没有，我那个难抓，我的太大了。对啊，整个那么……而且我最后躺的时候是脚这样整个开着，被他拔走。来，恭喜！芹菜，对，全部都芹菜。对，那你今天挑战？要挑战花哥跟董哥。这个太困难，我们是大魔王、小魔王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你这样奖金要拉高了。奖金要高啊！我给你来压价啊，你700、我800、1500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可以，有荣幸跟你们玩游戏，就还扣你拽啊！难道无赖吧？这样啦，一样是60秒的时间嘛，抓一个1000，但如果60秒以内两个都抓起来就3000嘛，对不对？我30秒抓完，30秒抓完就3000嘛。啊，30秒他可能挡不到10秒，我那边挡20秒。那30秒抓完跟60秒抓完都3000？啊，没有啦，30秒以内就要再加上去了，加上去，就像刚50，5000这样。可是那是三个哎，我们是两个不合理。那你们两个重量足够哎，你们那么重。你们也不好翻呐，对，这么拉起来飞也拉不起来，对呀。你怎么知道？待会你飞起来，我不管你。我跟你讲，来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就这样哈。来，两位大哥都准备好了没有？你有什么策略？是？我有一些话一定要说。来，我们先把它塞到最里面啊，对，把脚夹紧。脚夹紧。脚夹紧。脚把它夹紧。这样有用吗？有用，抱着，手抱着，抱着。这样比较好夹。对，好，这样子。他现在碰到你其他地方，啊，不然不好抓。哦。第一关了，哎，董哥，你要把脚夹紧，你先做一半，做一半再下去。做玉米做一半呐，对，做一半。婆婆妈妈抢救，对不起，小贤今天来，我不能讲婆婆妈妈之类的啊。都没关系。抢救蔬果大作战，来了。太温柔了，用力一点，用力。小贤，撑住，跟后面，他跟后面。绅士啊，应该淑女风度。淑女吗？不是，我是以后有经验。怎么样？千万不能把后面闹翻呐！对，那个失去重心就完蛋了。对啊，我要从他从后面来。往前面我夹得很紧嘛。当你失去的时候，你脚下用力就会踢到人家了。枉费两位屁股这么大没坐紧，不到缺点的。但是我们也撑到57秒啊！对，来几秒？36秒。颁奖！你刚刚是多少？3000啊！3000啊！对，来，你可以。先生，你这样福气啥？美国的菜，美国的菜嘛是有那么。
棺材，较细只。单纯棺材。对对，你是要玩冰车话，你讲个清楚。棺材俩，棺材俩。我不是冰车哦。无啦无啦无啦，冰棺材。休蛋休息，休蛋休蛋，哇！哎，男生啊，我当掉不要。休蛋休蛋休蛋，你刚刚没听到那个？随便一个妈妈，随便一个妈妈搬菜400斤、500公斤，你别小看了，我们搬不赢人家啦，阿爸他好了啦，不啦不，哎，棺材温度你莫多，你艺术啊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们不用放弃啊，我们大家重心那么久是为了今天呢，哎，警官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站相哎。是我知道，可是我们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哎，休蛋你哈，要廖先清风对吧？哎，你妈的，哎，你娘有奖金啦？你打败看我娘有啥面？啊啊！我的彩票好难啊！我的彩啊！哎，啊，咱哎呀，咱这是有人的嘛吼？哎呀，有我的彩。那我好啊，将上几条，将上几条嘛，再十条。那你哪？上了，那你上两千，那你五千。一箱那么高，真的假的？真的超高了，五箱高丽菜，五箱啊，五箱可以，五箱高丽菜，我们大家分一分应该很够，还有组合吧，是火锅最需要高丽菜，冬天笑啊，你要拿上高铁啊，叫他宅配给我们啊，宅配啊，宅配，宅配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宅配啊，可以可以，啊，高五斤啊，哇塞，你们有没有把握啊？你比赛长啊，你比赛长啊，啊你拍什么啊？拍什么？我们谢星小贤，连重量级的董哥瓜哥都在30几秒内解决，看来今天不使出绝招是很难逃得出果菜市场啦。不过老板真是大方，竟然送我们五箱高丽菜，那还客气什么呢？老板你先准备一下，我们先去妈祖庙拜一下，祈求我们能赢得五箱高丽菜。好，今天来这个新疆啊。谢谢，威风强，强强。大名是。我叫做廖明朝，廖明朝，廖明朝。哎，然后叫廖哥啊。哦，廖哥，不是明，不是明哥啊，明朝。这是代表陈敬生啊，代表。较早朱林会玩咯，就今日请来了福神宫呢，新准300几年是哦，你来。咱这妈祖吼，伊非常特殊的对啊吼，伊新准已经350年以上的对啊。而且吼，伊的身价，咱的妈祖的身价吼是清正价的。你敢知影？我哥，你敢知影？咱的妈祖上灵验是啥物吗？应该是海上的平安嘛。伊啊，伊祭煞嘛，伊清正价，所以祭煞是伊上厉害的对啊。哦，镇煞。镇煞，镇煞，镇煞上厉害。所以你若讲去煞掉。对，是阿妈做求求了后先，等下拢平安顺遂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真特殊的所在吼。咱这个地理吼是礼仪正最狠，你要升官的话吼，升官进爵的话，来这里求妈祖。哦，这是非常特殊，求功名啊。对对对。现在我们主持人能升到哪里去？总经理最大了。没有啊，就是像我们的话就是升到综艺大哥的位置啊。我赶快来求一下。对对对。升在哪里去啊？你都退休了。妈，你是讲一个代表性啦，你啊主要要平安
需要数，不管你现在需要冲啊，是是是，了解了解。那个主席，我们今天当然来到这边，除了介绍我们妈祖庙，还有没有特别介绍西罗的什麼？你知道我们西罗一个新生的运动哦，而且大大小小大家都会的运动。新生，西罗的新生运动是什么？就是足球嘛，卡球啊。啊，卡球。哎，西罗足。西罗。帅的那个，他现在是啊，对对，皇家马德里队嘛，葡萄牙队的嘛，他是葡萄人，西罗啦，西罗，西罗什么？西罗什么？对不对？不是两位大名呢，那个不是地名，我们是西罗。那你最新兴运动是什么？羽毛球，早期哦，整个台湾哦，发展羽毛球最早就是在西罗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有什么证据啊？那我带你去看啊。哎呦，哇，还可以带我们去看。这么这个西罗对这个羽球发展这么好，要了解一下西罗的羽球啊，是从民国十几年就一直发展过来哦。所以台湾最早发源地是在西罗。当初有一位张真老师呢，他就到我们台湾，就在西罗国中、西罗中学教我们羽球。我知道了啦，就当时有一票人转进到台湾嘛。对对，没错。张真就是属于转进到台湾的。对对，没错，这里有他的相片。张真，哇。这是几年前，这是民国几年？民国55年。当初呢，张老师在西罗国中、西罗中学带羽球之后，他的所有的主力兵呢，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几个甲组球团都担任这个总教练。学生都是总教练啊？对对对，是河库啦、河库、五营啦、台电、中油。举凡这些队伍，所有的教练都是张生带出来。对，所以他真的是我们了解了解。那请问一下教练，你担任过的职务是？2008国家队总教练。国家队，我真的想到你了。我记我印象知道戴志颖2008还不是国家队啦。对，戴志颖我在2007的时候，戴志颖他还是我们的陪练。到2009的时候，他在参加最后一届东亚运的时候，戴志颖代表我们国家拿到女子这个个人的第三名，团体的第二名。这些都是您的，是是是，西罗国中的这些小选手。来来来来，往前一点。你好你好，大名。我叫廖伯祥。廖伯祥打多久？多几年了？从国小一年级开始的。一年级哇！现在已经是国手了吗？是。有拿过奖牌吗？在韩国拿到单打第三。第三。哇！台湾的羽球真的发光发热，越来越厉害了。真的。所以你的偶像是戴志颖，还有周天成。周天成，哇，以他为目标。来，那您大名？我叫曾炳祥。曾炳祥现在打 U15。对，这是去印尼。双打冠军，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加油加油！我是张凯翔，张凯翔也是打了9年。对，我是2年级开始打的。那得过奖牌？就今年的全中运，我们团体第二啊，个人第三。不错啊，过关了。前三，这年纪最小的吧？你几岁？我跟他们同届。好。大名？我叫林伟成。林伟成有得过奖牌吗？国中团体赛第三名。哦，好，你打羽毛球吗？我打。哦，啊，你打几年？我打大概10几年了。哎呦，几岁开始打的？那时候大概是25岁的时候。25岁打十几年？40年了。你现在才30、40岁啊？我一个月才打一次啊。但是我资历有这么长啊？哎，你是在打羽毛球，很累，跑来跑去。你知道我得过最大奖什么奖吗？什么奖？统一发票200块的奖。那个奖我多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准备好久？人家问你打羽毛球得奖，好久。我得过有一年长青杯的。哎呦，长青杯，长青长青办的。什么长青办的？我那个香花办的，就是年纪在16岁、46岁、7岁以上办。那个叫长青杯。我有打进前10名。因为有个艺人叫长青，我知道。对，所以打前十名啊，打进前十，只有10个比赛，什么10个比赛？11个。你崩吧，不能来对啊！今天要跟这些要交手，切磋一下，要切磋一下。对啊，那我们你们派谁哪一个代表跟我们切磋？派谁啊？你我想啊，修理他需要你吗？没有，他们每个都很厉害啊，没有办法。好了，你们就对手也好啊，打个3球交完。来，哎呦，我们等过来跟他们切磋一下。3球了，好。董哥放轻松了，预备。好来啊，过招3球看看哈。加油！我发球了。哦，掉高，掉高，好，不错。哎，等会有。哎，没过哎。你都那么远，为什么？
喜欢杀球，因为如果掉在这个前面的话，哦，你是做球是吧？哦，没看清楚，对对对，快速的，来1-0，1-0，同学1-0领先了，好，同学发球，打了杠子哦，你注意声音就对了，打不准了，打不准了。都是棋的表现呐，来2-0了，因为全部都插上球，哎呀，对，向阳啦，没关系，3-0，来，我们欢迎人，对，可以了啊，不要给他太难看了哈，好，你们，好，有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往下打。让他接不到，反打也有。吊球，哎呀，掉了哦！我三分被做掉了，厉害！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向的阳光啊？对呀，我们是吃亏啊。你换到这边你就吃亏了，我跟你讲。换过来你会输哦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来来换。来。舒服。对。什么不一样了哦？没有打高了他就完了。进线。线内了，那一分都不可能得到。真的哎，哎不行啊，我们这样根本没办法跟他打啊。是，没有啊，我们看他们你两个选手对练给我们看好不好？两个好的选手来，标准对打。哇塞，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的。哦。你那个手怎么折成这样都还可以打？你连练是这样练的。这个是。哇，哇好快啊！这个才叫厉害嘛。啊，接下来是吊高的，他们声音都很好听哎，要不要给我那样？不会打到杠子，打得很准啊。对啊，声音都很好听，真的。他们俩长得会杀球，表情都掉。我现在掉轻的，我现在比温柔的，掉轻的。最温柔的，好厉害哦！来表演杀球给我们看好吗？来，吊高一点，来个杀球。请问一下学员这样练，大家一天要练多几个小时？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。两个小时，起码每天哦，风雨无阻吗？对对对。那这样我们的今天这样我们打也打不赢。打不赢啊！不赢。想点办法。想办法。这我们最会的啊！我们节目什么冠军来，什么球类来，我们都挑战过了。没有在怕的。没有在怕的。这样吧，教练，我们这样单打你也知道，他们每天练一小时，我们每天吃两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是没办法。这样我们派三个人站脚，一个脚、两个脚、三个脚，对你一个人，可以3-0。如果我们攻你两分，我们就赢了。好，那如果3-1你没有赢了，3-0你没有赢了，只有这种结果嘛？好，那就是5000块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那谁来攻？那你们派谁来？只有一个，派一个，你派那个，你我想啊，那我们派三个呢？派三个啊，来，你很厉害了，你可以，你可以打。董哥不要举手，董哥千万不要举手，不要，董哥不要举手。我说来，三个来，那个3-0就三哦，但你输两分就输了哦，好，因为你们来难看哦，一人队派出三个对打这位国手，我吊眼球。人多反而难办事了。对啊，要打不打的？同学1-0，来，哎，要接球画虾一下，好不好？哦，来了，我终于可以接到韦德。我们只占十多分而已，暂时，现在是平手1-2，现在是平手，现在谁得分谁都赢，谁得分谁就赢，你快一球就好，再来一个，这一球是决胜点了，决胜点了，预备，好，我们有。好，
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发球发对角？什么对角？什么对角？发过去的啊，在线里面啊，都发过完了，格子那边啊，格子啊，要发到另外一边啊，什么呀？来来来来，裁判，请裁判，哎，总教练，教练，教练，你球为什么输不起啊？这个球应该要发对角，羽毛球的弹球要开到对角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发到那个格子，发到那个乒乓球一样，有这么说法吗？没有到那个标准位置，没有，违例了，违例，好，违例了，违例了。知道你还讲出来让人家笑话？发对角吗？他要发这个格子，你要发那个格子吗？对啊，你没有吃过猪，也看过猪走路嘛？对嘛？彩带都抛下来了，对啊，我们疯了，那我们惊喜一下，好，来，请姐刚刚放他一马啊，来一位，放他一马，要赢了，要赢了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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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你居然没接到，怎么没接到？陈也在，你爸也在，高球怎么没有接到？来来，恭喜恭喜，来来，掌声给他鼓一下。是，我们要颁奖给他，颁奖。好，助单位2000块，啊，我1000块、3000块，然后还有代表代表，好，来搞2000了。啊，那中啊奖啊，5000块不要，好好啊哈，给学生选手来，给选手鼓励一下，颁奖一下，5000块鼓励我们国强。对，营养费啦，那练昨天2个小时的，是，谢谢教练哦，谢谢教练，你们带着选手实在太棒，要继续努力，总教练，哎，再更上一层楼，我们希望在未来的2020东京，还有这个国际大赛里面看到我们指定名额，能扬眉吐气，扬威国际，这刚讲，谢，颁给奖牌，谢谢代表，谢代表，来，谢谢所有选手，谢谢你们，来继续送幸福。说真的，面对国手能够拿到那一分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玩我是当力士，今天我们就让女艺人先来试试看，挑战一下，超想看小贤来挑战的，小贤究竟能不能完成达到终点呢？我是当力士，今天请到我们民间友人好好来加码一下。行，今天我们走来一路看，哎呦，陈氏家庙。对，一般都什么宫啊，什么庙啊，那我是家庙哈，什么意思啊？注意注意力哦，注意。介绍一下这陈氏家庙的由来啊！哎，咱陈氏家庙吼，也是阮保心吼，是公厅吼。阮的祖先是阮二陈吼，宋朝的时，阮的二陈陈远甲陈仪吼，来这定居了吼，专台湾39000外人吼，拢专对这出入较济。哦，是安尼，大家。阮细听拢集中在这个所在。姓陈哎。对呀。啊，这是咱保心镇三里的里面，直接共同信仰的中心，所有活动拢在这里办的。是啊，今日真欢喜，会当吼，啊，咱请到咱综艺大集合吼，咱瓜哥、董哥所有演员吼，啊，来这里搞咱做活动，哦，阮真正会用讲非常的欢喜，甲非常的感谢。我嘛是头一摆来啊，你吼。对啦，讲阿姐，唔知陈家人应该算大气的，有没有诚意这样？对对对，应该是很大气嘛。过年会排队领红包吗？阮初一吼，伫家拢有办这个。晚会，哦，来遮等来遮呢，这所有的乡亲、宗亲等来拜拜，哦，拢当领红包，哦，啊，搁会当卡拉 OK 大魔场，哇，你咧唱，你注意啊，你当年咪开偌济戏哦，只要是钱，钱不是问题啦，钱不是问题啊，今天吗？真的不是问题啊，大伙都一定会穿的，别忘了礼貌，谢谢主委。那你大概金庸来表演起来哈，但是我今天觉得呢，我们要小贤呐，来做一个挑战呐，这样子，对，这老学姐，小心婚姻郎啦，婚姻郎啦，是啊是啊，哎，卡在我呢，到底朱启建无高级嘛？我讲你讲了足慢呢，无啦，你讲他到底，无啦，朱启建，他讲完了，今仔好好给鼓励一下哈，最近又开淡薄欠钱啦哈，开足济啊，开足济啊，那那我们要怎么挑战呢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们的两位女强人呐，哪里？女强人呢？张文琪啊，像我吗？出来啊！高玉洁，没有的。高玉洁来，这两个呢都是过关者，而且速度很快。来来来来，文琪，来，有请啊！你们两好比赛，比赛赢得有2000块钱。哦，速度哦，速度。然后这两个速度最快的，你去破他，因为你没玩过嘛。怎么我破他们两个？对呀，怎么可能？那你要破我董哥记录啊！记录，你要小心。好，来你们两个比赛哈，对，要快哦，赢得有2000块了，那么先看他们的秒数了啊。来，玉姐先上来，来哦，好，第
棒是高玉洁。好，我们先自我比赛，跟这两个女强人了啊，过关了，不用回来啊，不用回来哈。预备，我是当力士。好了，当力士，我们现在这个女主管的，我们现在就由高玉洁率先来。她这个节奏其实没有抓得很好，原地在漫步了。她用她的腰力在做摆荡，但是呢，腰力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最后还是靠她的手在出力。快点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这最后还没有点爬坡的感觉。结果你会不会到不了？快快快！你要过去，有办法过去。你刚刚拖了两三秒了。对啊，等一下过红线了哈。来几秒？30秒90，30秒90，这有点久。你今天状况好不好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我今天有点抓包的感觉。哦，对，抓不起来。对，因为负担不。练习都不赛。我们这个不是比体力，比速度了。对啊。对你刚刚在那边可惜，然后浪费两秒了。就是停在那边。好，来第二棒了，30秒。起，预备。张文琪真的有点，哎呦，站得有点吃力，微微吃力，但是速度是比较快的。好，他有点左右手，左右手。好，紧张。差不多15秒。哎，我今天高度比较高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高。今天我觉得高度比较高，有点，你会有点下来之后要往上爬，会比较辛苦。对，所以现在腹肌都要加强，腹肌，因为他的其实他有美感，因为我的教练有教我一点点的那个诀窍。哦，对对。那我们请欢迎闺蜜，闺蜜哦，14秒23。哎呦，你跟小贤熟吗？很熟，他平常很照顾我，都要问我。你这个描述叫照顾人家吗？对啊，你这样子，小他现在很紧张耶。他看到30秒就已经吓了一身了，这还14秒。我刚刚已经有一点放水了。讲这种话，我刚刚有停在那边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接得很顺。以前的小贤14秒不看在眼里，真的10秒吧。健将哎，是啊，张文琪今年才17岁，十八还是17？17岁，还没满，还满，你看，还没满18。你屁嘞，17岁，这种话你敢讲？就这种个性，你扑假的，他也跟你对假的。你这个教练怎么教的？我教的，教他这样子讲，我教他认识。我怎么又不可能教他女儿讲不好？来，先颁2000块，谢谢。有，注意先面，先面，先卖啊！注意先面，这边请票。来，先颁给我们张文琪。谢谢。今麦在那搞小钱锅的，小钱小钱，14秒23，14秒23，过了5000，5000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我年纪大，文琪至少15岁以上。对，所以你自己决定几秒，你讲。可以吗？来，你讲。二十就没有5000哦，20就3000哦。这个表述是5000的哦。那我就拼拼看好了。如果是10秒以内是10000哦。10秒以内，说不定他会有。你小心哦，10秒速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，我跟你讲一下啦，你不用急嘛。10秒的速度是怎么样的呀？我请郭忠师傅给你看一下。哦，来，10秒的速度。你要用10秒，不可以用4秒啊。要快，尽量快了，一边边自己边。来，快，就这样啊。哎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再慢一点，再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我还故意，还故意的。尴尬了，尴尬了，十秒，几秒？10秒7。对，他是，他还故意。对啊，要不然他是有余。因为男生那个杠不是这个圆环，圆环对女生来讲比较清楚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刚刚是这种10秒就1万呢，有难吗？1、2、3就到了，5下而已。不会扣税哈？税金。来，请就位。谢谢。加油！好，先欢迎你了啊！加油了，预备。我们先来瞧瞧小贤以前在大吉哥精彩的片段。
小贤以前在大吉哥这样搞笑玩游戏，这次要挑战我是邓理事，我开始替他捏把冷汗了。小贤能挑战成功吗？对，我是邓理事挑战赛。好，我们的学姐回来挑战了。没有抓到别方面，没有抓到别游乐器，有不放弃的小贤，加油加油，加油有下。有吗？十四秒上上下下，5000的，1万是没有了，1万没有过了，5000。刚刚是14秒多少？23。14秒23是。哇，成绩。对，你要过14秒，你觉得几秒？我不知道哎，我觉得好久哦，因为我觉得最难是哪里？最难的。中间那边我已经没有力，就是腰没有力的时候。我觉得最难是快到关的时候，对，那个上坡了。对，要上坡。中佑，你觉得他几秒？应该16:23，没有啦，没有那么快。Terry 呢？13秒多，15，对啦，16:17啦。我是觉得在上上下下了，嗯，没关系，看是5000还是3000？对，不是50003000，不是五千就3000了。请公布秒数，奖金啊，绝对低于20秒。秒数15秒1啊，不错啦。你才第一次来玩呢，就是这样子。那给你上手还得了，对不对？对呀。我第一次玩50几秒，哎，真的。他有在练。不要来安慰我。他是有教练在教他的。他都有啊。对啊。你可以找中佑练啊，反正你现在没教练嘛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先颁奖了。这个一个注意，叫拜托你啊。还有，哎，3000块啊！来来来，一段气筒了哈。哎，就来握个手，稍微注意，注意当下的，谢谢。哇，这是我们组委颁发出来第一个奖金啊。嗯，对，我们讲就要自动自发，像最近张文琪表现也令人惊艳啊，小贤回来也让我们感动，甚至包括我们来宾都很主动。对啊，不像我们的主持人啊，啊，哎，像我是像我，我先自首一下，我是躲不掉，我能躲我尽量躲，但躲不掉，因为我要主持嘛。对对对对对，那董哥有在练哦，董哥有在练，对不对？我是有在练，有在练。这我们算自动自发，我也在练。我们过年要给大家一个经验，过年的时候，除夕的时候，对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邓理事到底有几秒。真的，你看我们慢慢的有头肌啊，哎，真的有在练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不比赛，因为我们比赛就把那个底给大家看了。我们将把那个过年那个收视冲高。过年特别节目会出场就对了啦，一定出场的嘛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跟瓜哥竞争。哎，你刚刚谁讲话？啊啊！哎呦，刚刚有谁？你是能躲就躲，我哪有？另外一个更糟糕，能躲到哪里就躲到哪里。有在讲你啊，瓜哥在讲你啊，躲什么？讲你，我讲你干嘛？你躲，你是主持人，瓜哥讲你吗？躲，不会。今天出来面对好不好？那次我有荡过，我是荡横杠的，你就没荡过吧？的确是没荡过。那今天怎么样？你们要想一下，你们自己好好商讨一下。怎样啊？怎么样？好了，那这样啊，既然瓜哥都这样讲了，我们两个没荡过，那我们来，一人在一边。好，我们来做团体赛好了啦。什么团体赛？我们接力赛，每个人都有表现机会。比如说我荡过去，你荡回来。就是女生先荡过去接力，换男生荡回来，这样再秒数这样啊，就男女的比秒数。对你这个想法很好，一体成型。对，但是有没有观众挑战这个项目？哎，你讲到重点了，因为我们一出马，我怕没有人愿意敢挑战这个组合。我唔敢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观众参加？男女的，来来来，啊，还敢来啊？哎呦，你们确定你们要参加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律师，贵姓啊？方林小姐你好，姓陈，陈明好，陈氏家庙陈，啊，陈氏家庙，哎，请问你们两个是夫妻情侣还是朋友？农友，你见什么面？小叶菜类，阿丽的，要挑战对不对？对，那女生先过去，男生回来吗？好，可以，好不好？讲好就好了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那你要乖乖要讲一下，到底赢的人有多少奖金？什么？只有两组有多少奖金？其他也没人参加呢，还有人吗？还有没有？就是没有人敢挑战嘛。没有了吧？哎呦，你们报警！哎，还有，还有，怎么这么多人敢挑战我们啊？来来来来，你
你们先最后一组啊，我们最后一组啊。那好了，我们先问一组做一组啦。好，你们两个农友先来。农友先来啊。好，来，你不要超越蓝线的哈，你这组先来，这两位农友。哎，那男生也就位了哈，贡献他才能接棒啊。他跳下来啊，他下来，男生正经秒数，不要拖延了，预备。好，我是大力士接力赛。好，女生来了。我其实刚刚两下蛮像的嘞。我到这回上坡了，上坡就像男人开始在拖了啊。靠手臂的力量啊！快快快，不然耽误时间了，耽误时间哦，要耽误时间了，快快快，换选手，快快快！哎呀，你怎么把环拿走啊？哎，这也算是比赛的一部分吗？你拖秒数了，你要拖延时间的哦，不关我们的。快要结束，好，来，这边追了，追了，追了。你们其他人看第一组比赛的缺点在哪里？嗯，比如说游泳、跳水的姿势就抢秒数了。对，接力赛就是接棒子也是抢秒数，你们没有接好就浪费那一两秒了。对啊，你是第一组，你真的很有力耶。对啊，今天让我赢来。专刚来，专刚来啊！哦，专刚来看奖金啦。那么专刚开放火力胜哦。对啦，哎，你专刚来看奖金，你刚刚都没有说第一名拿多少钱。这么辛苦3000块啊！哈，这么辛苦，一个人才1500。不是啊，第一名的一个人3000，两个人6000啊。组比赛第一名的有6000，第二名的有3000嘛，还有第二名哦。对啊，第二名3000，第二名也要给点奖金嘛。那给第三名也一点鼓励好。不行啊，那就大家有奖啦。是什么话？已经第一名6000，第二名3000。哦。但如果那个组委的一刚刚好像一直摇头说钱不够，没关系，我还有别人可以加嘛。没关系，情况的情形，这高级都是一定来开嘛。了解了解。对的啊，就注意不高，听讲我主席呀。我那个啊，主席你的主席。主席主席。阵营代表主席好，你好，来来来。哇，中主席你好，你好。这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你特别开心？需要吗？没有，你来加码了。主席要跟我们讲几句话吗？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我们综艺大节目来到这边，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些哈更有活络、更有活力。是是是是，感谢瓜哥呀。没有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谢啦，谢谢主席，先不要离开，这一段进行完哈。哎，主席跟主委的哈，两位都在，我们就放心。描述要了解一下。对对对，这四组比赛冠军是6000，亚军是3000嘛。第一组刚刚这样秒数几秒？31.79。31.79了，知道了，31.79。来第二组，好来，又是警察，警察先生，你是警察吗？你是在哪个单位？啊，我是西螺分局核心派出所。哦，你负责的是？我今天来是要宣导那个，因为年节快到了，我要宣导那个反诈骗跟反。哦，反诈骗。反诈骗。那我们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？对啊，证明怎么证明？第一代表可以做。你要宣导反诈骗，要怎么反诈吗？如果有遇到就是，因为检察官跟警察是不会打电话，就是叫你去转账的。不过这种现在诈骗最多应该是这样了啊，很多。对啊，那个什么骗从绑小孩那些都已经那个已经是老派了。我有接过一个，就是他利用你在网络上买东西，然后他说你又多订了一个，取消订。对，然后他帮你取消订单，要退你钱。然后他说等一下信用卡公司会打给你，就真的有信用卡公司打给你，然后叫你。他设备很齐全的。对啊，他们分工合作的。对。你刚刚新闻啊，警察很辛苦啊，都守在银行啊，那个阿公阿嬷叫他不要会死要会。对对对，为什么会这种情形？因为他们就是互孙互子心切。哦，父子心切。哦，那公爹阿爹阿那孙阿那，他们就去汇钱了。谢谢你辛苦。谢谢谢谢。警民要合作。所以你是先导吗？没有玩吗？哎，要玩是吧？要玩。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玩。隔壁那位是女警吗？不是，我是早餐店的，我没有读书。哦，早餐店在。哦，不是体育选手。体育选手什么项目？我是中长跑5000-10000的。啊，好，长跑的。5000-10000的。可是这个要用手力量的。是哦。啊，做早餐也要。做早餐啊。有些。啊，早餐那3-4点就起来了。4点。4点啊。这样生活还健康，3-4点就起床。对啊。早晚要早点。早睡早起。啊，很好啊，早睡早起啊。好，两位就位加油。预备，准备。记住啊，接棒也是秒数啊。当然，我是当力士接力赛。好，早餐店的这位公主啊，完了完了，两下都卡住了。完了完了，来往前啊，啊，这个没有完，全击的。完了，有没有？这个在逆水一样，小心用力啊！
警察，男生就是警察没有你了，哦，当快了，哦，快快快，哇，上上坡有点快了，哎呀，上坡有点卡，他是第一个克服紧张，第二个他没有练熟悉，这个要练熟悉不得了。因为有运动员要找回那个运动记忆是很快的，虽然做早餐也不能放弃运动，还是要运动哦。啊，是警察先生辛苦你了哈。不不不，哎，虽然你看到前面很失望，但是后面你没有放弃啊，追回来有追回来，这个是对的哈。好，我们来看看，对，来几秒，48秒，好，好，谢谢两位，第二名嘛，是坐二忘一啊，坐三忘二啊，坐三忘二，三忘二，来来来。下面一位坐三吃锅，坐吃三锅，坐吃。他大名王美琴，结婚没？结婚了。啊，妈妈了。嗯，对。带着小孩。做早餐吗？还是？没有，一般工作平薄的。平常有运动吗？偶尔。偶尔。好，那大名袁勋，袁勋现在做一样平薄的。你是平薄的。对。看你们两个的，应该是跟他们比较起来，他们是平均年龄会比较轻哦。对，平均年龄比较轻。刚刚前面的参赛啊。哦，对啊。对，对你们来讲会不会吃亏一点？不会。不一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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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对，好，试试看，来，等下就会。好，加油。好，第三组现在接力赛了，预备。来。好像比较稳定啊。目前看起来像冠军啊！目前看起来像冠军，是哦，难怪他刚刚说试试看喽，啊，真的厉害哎！对，平常有在运动哟，有你在做什么运动？游泳，游泳啊，游泳，手的力量，手，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？打小孩，这是什么运动？打羽毛球吧。这两个真的蛮厉害，你们认识吗？哎，这同事，同业单位，同业单位，所以默契够。那你怎么知道他会运动？平常有在一起运动？没有没有，因为我们住不同的地方。对，你知道他在运动吗？有。还是他打小孩，你有帮忙去打？我自己也打小孩，默契啊。哎，你在讲什么？小孩是用爱的，不能用小孩。爱护爱护，一起。几秒？29秒。哇，真的是目前冠军啊。你四组比赛的话，你没有啦，他现在是坐二忘一的，对，坐二忘一了啦，坐一忘一了，对啦，看你们的，看我们啊，你们应该过不了29秒，十一过不了。来来来来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先到后面一下哈，这样子啦，我觉得他们大家都很努力，对，啊，我在这边宣布，我也决定了，我待会拿到9000块的时候，我都会分发给你们。还有9000、6000，六千第一名，6000，你这没面子，是没打给小吉祥啊？6000嘛，6000，我会大家都多一点奖金给你，怕你们没拿到难过，好不好？你别归了，6000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人，我拿冠军一定想他。人有奖，人有奖。我跟你讲，他 OK， 谢信不会，你们二十九秒有机会冠军了。哎，我敢讲，你敢讲吗？换你。我跟你讲啦，等一下，如果拿到6000块的话，我一定怎么样？拿去缴贷款、房贷。对，现在房贷那么辛苦，好，拿去缴房贷。你们要加油哦，啊，努力啊！29秒41是你们的目标，来，请坐。来，来哦，来这组要挑战29秒，有没有办法？好了。你们，我是大力士。还没看秒数，你也过了吗？没有吗？我刚刚看秒了30秒左右。怎么可能？没有啦，蛮快的耶。哎，你要卡很久哎，我顺顺的哎。谢谢蛮厉害，跟疯婆子一样。速度好快啊！你直接把它推掉了，都没有浪费时间。
演下去了，不能浪费时间。哎，大家就要学他们了，接棒棒怎么赶快换人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能太客气了？这家真的有家暴，真的。我还听到嘣一声，我就下去了。几秒？哎呦，26秒9。大家公平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玩，真的我没有骗你。真的，我也真的第一次玩，是第一次玩。史莱南先那个什么肉松鱼松的啊，小港鱼松。先来那个第三名、第四名的，来，第三名我们的农友哈，好，来谢谢，鱼松送给你们哦，来谢。好，来第四名我们警政单位哈，对，防诈骗，防诈骗。早餐生意兴隆，什么生意兴隆？早餐店啊，你是防诈骗生意兴隆，是防诈骗，你好有接啊你。早餐店呐，大家平安无事。早餐店生意兴隆，防诈骗千万不要，对，我们要提高警觉。那应该在行购探亲当中骗去。对啊，如果碰到问题，打电话到165去查询，对不对？或者碰到警察，赶快去问他。对，不要自己埋头苦干了哈，很辛苦的。谢谢警察先生，谢谢，好，先把来处理第二名，第二名，不啦，如果讲对已经准备好啊，讲对套餐的。哦，安尼爱敲锣打鼓一个，对，有颁奖会啊。好，我啊，请先安尼，我请准备一个高清的。第二名3000块，第二名。第二名，我来颁。那你们总共6000，来啊，主席3000，你3000。三三，有啦，拢准备好啊。啊，你好，对，出蛋这3000，啊，还有3000嘛吼。嘿，中啊，中啊，6000嘛。啊，这个蛋好，注意，注意也是主席，那个颁奖，主席，你们先拿着，你先拿着，六千块你拿着，好不好？对，乐队一响的时候，我们先颁奖。第二名的，你颁第一名的，注意力颁第二名的，主席颁第一名的，我们乐队要想起来，来乐队老师，谢谢，乐队老师，颁奖典礼。好嘞，现在颁，休蛋，来第二名，先颁你先。怎样？我刚刚说拿到这6000块，一定是要鼓励他们。鼓励谁？鼓励我的队友。来，你3000，我3000。谢谢，谢谢。没有啦，真的嘞，两组。来啦，两组，你们也都很努力啦。对，你要颁奖给他们。对，我们。等一下，好，对啊。好，对。几千呐！我跑的比较多，你比较慢。人家最近刚刚要，刚刚要处额贷款还在还啊。本来我2000你没有嘛。小资家庭现在唱着小资。我1500，你500，我等下再进。很精彩，来，好，下过来请，谢谢。谢谢。来继续送幸福。想你们赢了还把奖金分给大家，真的太甘心啊啦！不过谢欣从没玩过这个游戏，竟然也过关了。你说你常去健身，看来不是唬人的。好啦，该是回去果菜市场搬菜的时候啦。五香高丽菜就等着我们来把你搬回家。高升级，冲进来啊！哦，6-6，第一传出来。是啊。哇，这几箱都是哇，足水的菜。哎呦，哇，好水，大颗哎，好漂亮的菜啊！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高丽菜，哎，你猜猜看这几公斤？要装几颗？几颗？10颗，我猜12颗，12颗左右。给你打码，12颗，重吗？准时放12颗，不一定，看菜的大小。那12颗算多少？有放10颗、12颗。20公斤的一个单位。20公斤？哦，一颗1公斤啊，这才20公斤吗？不止哦，很重啊，不止啊，12颗20公斤，这个人超过哦，这个不止20公斤了，又。23公斤有啊，差不多啊，等于23公斤有了。Danny， 你来试试看，你看几公斤？不止20公斤，20公斤一次就成主顾，20上下。对啊，22、23嘛，对不对？20上下。对，那这个高，你要跟我们比一下搬菜啊？是啊。要怎么比啊？现在怎么比？要怎么比？这有多少箱的？可能一个男生，我们叫做公，对方是两个女生来守。哎。
也就是上一开始男生不管你搬几样放在那边，他有两个女生来搬，就我搬菜你偷菜就对了。哦，那女生是搬偷菜女生是搬到那个线外面去，后面后面外面，最后后面那个线外面。如果呢你进攻是十五箱，假设啦，那女生搬走了五箱。那你就是十分还是十箱啊？因为女生到后面会比较没力啊，对，因为重啊。你速度应该不会留那么多了，我觉得十箱留两三箱就不错了。所以我们进攻的呢，我们派 Terry 啦。好，好，防守的那就是，那就是谢欣跟那个张文琪两个女工，两个女工，女工型的。对，那你们派谁？有，来，男生派谁？搬菜的是他，没错，就是我。那就这样好了，我们就Terry 可以攻，好，你两个炒菜，好，但你立功，我们两个来炒，对，阿六请坐啊，相关位置请坐，那你们先去黄冈，先去偷菜，啊，就就位来 ，Terry 来就位，我们就位来，来，你搬菜，哇，秋菜，你们。四箱，表示我们得四分。我看你搬了几箱，来看一下。他们偷走几箱？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一箱。十一箱也200多公斤啊。11箱，然后我们留了4箱 ，Terry 一共搬了15箱。15箱他搬了11箱，我们有四分，我们赢定了。赢定了吗？我们两个女工多厉害啊！那两个女工。女工多厉害吗？我们每天在搬哦，很喘的。真的很喘哦。你也是搬菜吗？我对啊，我也是搬菜，但是我是搬10公斤。搬什么菜？大陆妹。大陆妹。对。尼玛西亚。我是搬高丽菜。这个啊哦。他们是搬菜没错，那从来没有这么短时间搬那么快的。我没有，但是不见得你们会赢哦。那个，那请到这里。有在斗嘛？对。就会好了。现在接下来是你要攻了，我们要守了。对。你贵姓啊？廖。廖，你好，你进来啊。员工都姓廖，都姓廖。哦吼，你平常在搬菜？在夏天。啊，夏天。夏天工作。对。所以你没有搬菜？有，也是要搬菜。那个刚刚 Terry 会不会在欺负你？不会了。不会吗？你觉得他还好而已啊？对。才15箱哎。还好。看你的走。他说还好哎。他每天在搬的。你会传一箱一箱来的。文弱书生型的。我跟你讲哦，菜不能摔哦，你知道吗？要珍惜。刚刚那箱是不小心的，拔掉了，你不能摔哦。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，加油！两位要加油啊！对，尽其所能啊！哎，两位神力女超人啊！廖先生，准备好了，预备。来，你发财，我出彩。破掉了不要了，他那个没有破的，他是搬一箱一箱。
进来拍一下。哇，对，这箱拿走了。这个是我们拉出去的。这个我们拉出去，我们没话说。我把它放进来。这个算他得分了，算他得分了。这个得分。这个又压线，这个又压线，你看看，我就跟他讲，他丢的就用丢的，对，乱丢。应该这箱我看也三分之一在里面而已。这一箱比较好一点呐，算三箱啦。这箱算了，这一箱有啦，这一箱给他算好了啦。对，这箱拿走。啊，这一箱你算也 OK 啦，四分啊，平手啊，而且他勉强才平手。我有话要说，你有话说。来来来，你说什么要说什么。这个也是我们要检查的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二、四、六、八、十、十一，十一箱，这样四箱、十五箱，十一、十五箱，跟 Terry 成绩是一样。可是人家提出异议啦，说我们了。对啊，接力没有按照规矩。我跑，那要扩箱没有错了。你怎么讲？很拽，很拽，很拽。没有了，他在搬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外围。是朋友监督 OK， 你这个意见我们接受啊，所以我们还是判给你们赢。三千块，好，三千块。Harry 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刚刚每天在搬菜的。没想到他这样瘦瘦的，还蛮有力的。真的哎，超快的。原来搬菜也是个专业的技巧。不是，他的技术上是非常。对，年轻有为啊。来颁奖，三千块，谢谢谢谢。哇，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但肩膀有点歪了，要去瞧一下。你看他上肩、下肩、左肩。都用这边在背啊。不是，他是左高右下。哎，真的哎。他一瞧就不能的，挡不歪的啊。啊，下面再见，快请下面再见。哇塞！哇！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看错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不用，你不用害怕。你们先不用害怕，你们都不要害怕。为什么不要？这看还不害怕？这几个跟菜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健身房来的嘛？应该是。这个有什么好怕的？这是重干不重用啊。哦。对。哎，说你们重干不重用，有话要说吗？不是啊，他们也不是搬菜的。你们不是搬菜的吧？对，你不是在这位啊？哎，是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健身房的。对嘛？你看。哪有搬菜会搬成这样？你们只是搬一些哑铃而已，又不会搬菜。你也是在健身房？对，在健身房运动。哦，你也是？你是？我是。哦，那卖肌肉不就有啊？搬菜。那他们不敢讲话了。你怎么不敢讲话呢？太抖了，不敢。你要跟我们比搬菜还是怎么样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哎，他来三个男的怎么办？问题是我们没有人敢跟你比搬菜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种搬菜不一定快。他可以比碗力吗？比碗力。你现在欺负就赢我们了，你这个是越来越过分了啊！先生来一下，你的腕力，你的手跟我脚一样粗的，没有比腕力，没有，光跟你的脚比较粗一点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可能比腕力，主持人不要躲啊！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在干嘛？怎么该不刷嘴举哑铃吗？这个比弹跳我们 OK， 比这个好的不学，学坏的要躲嘛？为什么要躲嘛？不要怕，你们怕什么？不要怕。你要跟我们比碗力上，比碗力，因为搬菜啊，我们刚刚搬的也是，我们不要把菜这样摔了。对，刚刚有几箱真的很难控制。嗯，那你们想比碗力啊？来了，是吗？来，是，是吗？对啊，来啊，我们也不是没人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不要怕，不要怕啦。对啊，技巧比较重要吧？对，来来来，阿秋把它干干干。好久不见的万力赛重现江湖，今天的挑战者都不是泛泛之辈哦，绝对是一场超猛超刺激真正硬碰硬的万力挑战赛。阿秋吧，哇，女生也可以参加，第一位就那么瘦怎么参加？哇，真的参加。你要挑战谁？那挑战瓜哥好了。瓜哥秀皮无敌啊。你贵姓啊？姓杨。杨小姐，你好。你是在这里？不是，我是二轮乡民代表会杨秀斌。乡民代表会，所以你今天是代表的。代表杨秀斌主席来这边加码。哦，杨秀斌代表加码。太感人，太感人了。我们刚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来参赛的，原来是来加码了。哇，既然代表主席来加码，我们就开心一点了。是是是是是。那今天这样，我们三打三嘛。对，来三位来，三位来，三位来来来。哦，哇，好占空间哦。你们是三位吗？占空间哦，你们三位围一个胡萝卜，好不好？你们三个除了在健身房，你平常工作什么？搬高利贷。你搬高利贷？晚上有数据健身。啊，所以他是哦，所以他是搬高利贷，跟我们市场有关系的。还是搬菜的嘛。哦，你呢？是一起的。哦，也是一样。一样一样。那你这样不是白天在训练，晚上还是在训练啊？啊。对
晚上都一起到健身房运动这样。刚刚没有讲这一点，我们想说只是健身房，结果他有班菜。那班菜公司找他们来搬，真是找对人了。对，没关系啊，一人硬着头皮要干嘛哈？我们三对三，如果你把我们的套零了，5000块，你知道吗？套零就是一对一啊，3:0的话就是5000啊。对，那如果输一个的话呢？输一个就变只有3000了。好，赢了你就赢2:1，2:1就是3000嘛。对，就3000，其他没有讲。啊，如果1:2呢？哦，那你要给我们3000吧。没有啦，人家来搬菜的，没有礼物给他们。我拿起香菜走就好了。那刚刚那个廖先生不是说吗？我们可以搬菜啊。搬菜。我先讲解一下游戏规则啊，各位，因为我们在阿丘拔的过程当中，对，来。手可能要先这样嘛，手先握着。但你我怕你会这样用这样的不行。哦，用手指头那拖啊。你记住要用这样哦。有的人可能会这样，那你有办法这样？你这样子用你的手去扣，这样也是 OK 哦。对，不能用手指这样哦。啊，不要用手指伸出来啊。一样，这边也一样。这边也一样嘛。然后左手要扶着，左手扶这里。这里。好，这样轻松。坐在这边哦。对啊，这里还是我们的圣地嘞。对哦，还有第一次玩那个阿丘吧，就是在西。真的哦。我在市场，你讲的对，造成轰动，对对对，感恩的心啊，哦，又回到这是我们发源地啊，又回到这边阿巴丘吧。这个事隔多少年了，你看，对，当初你看他们嘿嘿叫，哇来，我们待会呢，先生男生比赛，女生也可以来参加了哈，好，男生就男中一个，好 ，Terry 刚刚搬出来，来力还有力吗？当然有，当然有，你还没。当然有，没有力，我有力，当然有力啊，有力有力。叫健身教练，可以啊，可以。我不敢派郭忠勇。华哥，说到腕力啊，哎，我从国小就很喜欢比腕力，哦，而且我的战绩是输少赢多，可是没有，可是有一个重点，没有遇过这种对手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别以为歌手都没有力啊，我认识一个叫黄炳仁的，哦，他也是练的，哇，一丘吧。没有，他丘吧没输给他苹果一个这样，啪！哎呦，他的腕力跟背力我没看过那么强的，真的，这我印象中非常深的。所以你像他一样吗？我希望我可以像他一样。对啊，那你还是好快。那我们四个只能派三个啊。我只能派三个。Terry 要休息好了。可以，我都可以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正南中休息。好，正南中休息。好，我休息。来，郭忠勇啊，那三位对不对？哎，那你们怎么排？你们第一位是谁？你们棒次团都可以。先坐下来，先坐下来。来来来，第一棒坐。第一棒要赢吧？好，那就我了。真的吗？没有，你先打第一棒，因为你可能是第一关就先把它砍救，对，我们就不会扑到那么光了。这样我们士气就起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砍救掉一个。他会不会是里面比较弱的啊？不一定哦。抓紧。阿七把大赛了，预备。来，郭忠佑曾经讲过，他没输过啊，好不好？输的少，输的少。输少赢多了，预备。不要犯规啊！好。第三棒就不要比赛了。对，第二棒，德伟先来，德伟。士气如虹。他如果赢了，你不用比了。也不用比了，我们先，刚刚我们是害怕嘛，所以他先拍。对，我们先拍了，让他选。先给我赶快了，就他。都健身房的啊！你在健身房有没有特别专精哪一个部分的？哪一个项目？全身都要练，全身都要练。而且搬菜哦，搬菜在搬菜。好有道理哦！啊，你也是全身都练吗？偶尔练，哇，突然有点虚。没有，他来我们节目到现在也没输过啊。对呀，对呀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来，不怕。来来，手抓着，放手。对，这关我们赢了就结束了。嗯。你看他的肌肉，看一下，你先看看他的肌肉，看一下。这是肌肉吗？背肌也这么大，这个腕力不一定大的，不一定看大的，先消毒，先打预防针哦。有点歪过来，有点歪过来的，来一杯。刘伟来哦，他已经吼，你看他一直吼着，来了。
没事，我跟你讲，没事，你没事没事。输了吗？男人先出来，还没开始啊。你就当成做梦梦一场。没有这回事。刚刚我们第一棒是因为不知道对方出什么菜，所以让他们先做嘛。第二棒我们很有自信派的，第三棒我们不能这样，让他们先出。有错吗？我们出谁呢？也只剩他，也只剩怎么做巧？我们的王牌就三棒而已咩？你刷点啊，刷点啊，听你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后退。我们要有气势。我们先扮演。好 ，Terry。是我们先派啊，我们先扮演了啊。来，你派谁？我了，就你了，就我了。好无聊，你还往回头看？还急了，他还想让给别人呢。这个就决定你有没有三千块了啊！好，五千块是没有了，对，五千块是没有了，就三千。你赢了就三千块了，输了就一毛都没有了。输了啊，手记得手握这里。啊，你在健身房健身多久的时间呢？大概三年左右。三年而已啊。对。哎，他才三年而已，比你比较长吧？哎，你搬菜一次就是可以搬多少公斤了？饭菜哦，一次大概就两箱吧，30斤左右啦。30斤，30斤才一箱就20斤，还有10公斤呢。你刚刚搬2箱，你40公斤，你怕他什么？你又对啊，怕什么？怕什么？气势都赢了，气势都赢了。对啊，哇，肌肉棒。Terry 抓了，抓了 ，Terry 要抓吗？不要一直挖的。那听噪音，听噪音，听噪音啊！要平均，要平均。那你不能输他，干死要出来，干死要出来。对呀。怎么他们这么厉害，那么厉害啊？哎，你们赢，我们都没有欢呼，画面都不好看。我们都会死那个。他只欢呼第一声呢。这欢呼第一个哎。来来，哎呦，肌肉也会动。太猛了啦！不是只你会动，他也会动。你动一个，动一个。肌肉会动。没有。左右分开可以的。可以。我们也可以啊。可以。沙里红吧。加码的那个助理，对啊，对哦，对对，我忘记了，不好意思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要倒带，要倒带的。下班的人，他没有时间。是啊，这个因为人家来啊，专程风尘仆仆来加码，没有加到就看不起人家，这个对啦，哎呀，这是我失礼了，不好意思，失礼了，一定要让他出一下。对对对，乡民代表会主席杨世斌，杨主席，杨世斌嘛哈，杨世斌来，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不要见怪，对你们没差，但对瓜哥是有差的。没有，我没差，我是想说5000我们就要加了啦。对，那3000而已嘛。对，可惜啊，可惜。我们现在女生有没有挑战？有没有？女生。阿妈，阿妈，一来就想要坐落。啊，你一个是不是就想要坐落？你哪有力啦？你要卖菜啦？卖什么菜？做事做残。啊，做残。你卡打呼好不？阿你好，你请坐好不？你请坐，请坐。阿妈想要参赛哦。阿你想要阿丘吧？好啊。你有我多吗？有啊。你想要阿丘吧？要阿丘吧。阿无你行头，过来踩来拄头壳嘛好啊。什么叫过来踩拄头壳？我来想拄个头壳行咧，你看你两头咩？哦，顶顶得了你踩啊！你是大家有咧顶你哦。无，无你那想，无你那想着这个。哎，阿我都。蛮蛮胜过，蛮胜过啦。哦，我派一个嫩狐狸，好不好？小贤，好不好？小贤就嫩的呀。这么心情歹啊？舒服不啦？哦，我加一小贤。来来来，小贤，快出来！那边面哈。哎哎，来加油哦！你小小低狐狸呗？没啦。没啦哦，你昆凌人啦。昆凌气动啊，气动啊！你昆凌多哩？啊，我有奖。啊，昆凌没昆凌哦。在地了，在地了，来来来，在地了，来阿
手把啊，来手夹开啊，好，下注就位，哎，你也要手把未？可能小挂了，来，来啊，啊你手来手滑掉嘿。我安尼是机会，那十回安尼话尽量了哈。啊阿妈，小妹是不会剩一个啦。是的。啊，来，加油！加油！小姐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想要出来不？阿妈，阿妈拍摄吼，伊足久无登来节目啊，所以唔敢准备好了。对着阿妈，唔会啦，你准备好了。我应该袂使牛，袂使牛嘿，袂使牛啦，袂使牛。哇，来这边，阿妈就这么大嘞。对，好啊，好笑嘿，爱好屌，爱好屌啊！不要再让哥，不要再让了哈。不可以让啊，最后最后嘿。谢谢就唔拉的呀！谢谢升温主持人的抽用的抽用。阿波威啊，阿波威，阿波威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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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都在扮猪吃老虎，你看，阿妈，笑面虎的感觉。哪一杯？我们好朋友，好朋友。起码一个应该已经三千了嘛，一个千五哟，赢两个啦，对啦，啊你赢你五千啦，赢我到五千好不好？五千好不好？阿妈都没感觉，她还跟你聊天呢，脸都没变。阿妈，哎，厉害，厉害，厉害，阿妈，太帅啦！因为你，我要先讲一下，因为你拄只已经比两场比赛啊，对我来讲，你有算较吃亏啦。好啊，我嘛，哎，太帅啦！你这个比赛，我你到五千啦。好啦。阿哥一件代志你也了解，我叫做黄金二雷手，哎，黄金二雷手。台北迄个，台北迄个董事长你捌哩无？董事长我知啊。哦，董事长你知啊？董事长你讲。阿姐，你姐伊就知。下面，比这啊，比这啊，我哪在开杠啊？哎，你别阿人嘛。哎。你手袂当夹开啦，手袂当夹开啦。啊，无你过人夹开，我钱我就倒落啊。出来坐了吼。阿妈，阿妈有烂嘞。他想根本没有。瞬间他就下去了。他就给你，他有技巧的啦，因为。阿妈，你手袂当夹，你手袂当夹。阿妈生牙，生牙。阿妈，你看真的有力的，他有力的。我看你这个局面，他是很有力的。来，阿妈来。哦，他真的厉害。没在比啊，秀阿妈。来，我们做到有2000块。秀蛋鸟，那助理不这个牙，那我们有2000了。那我们这个总共加起来5000了嘛？哦，那请你颁给助理，你颁给阿妈。谢阿妈，这是。我进彩过黄彩啊！我来公交，公交啊！公交，我等下太平妈叫我等来。哦，我招彩蛋呢。太平妈叫你等来。嘿。哦。阿妈，起码太平妈妈叫你等比真是好。谢谢谢，再次谢谢乡民代表哦。谢谢杨世斌，谢谢。代表主持人啊，廖先生，你光来家。
开挖掘机。我知我知，一粒菜拢无提。有传了嘛？传了啊，传了啊。你传什么菜哇？五行各的菜，来菜市啊，就是要恁炸菜倒去。几箱？五斤，五箱。五箱六十粒，五斤有啊，有六十粒。哎，还歹看，咱输就输啊，你搁共熬菜要搬转去台北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换酒嘞，换酒嘞。咱哪有可能提转去台北？你车都我都断。啊，无你熬菜要怎啊？不是啊，我有咧探听啊。哦。那出附近啊，有一个咧养老院。哦。你足侪老人家足爱食高丽菜。啊，真的啊。啊，你是要给长这个长照中心的？你好，我嘛提回老人家，安尼塞未？可以可以，老师嘛，可以对对。瓜哥，安尼这个想法好。我们马上去送菜，好，也专程的关怀一下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送菜去，送菜看看。今天我们在果菜市场玩得真开心，万力大赛抢菜大作战，与乡亲玩拌菜也玩得好开心哦！也谢谢菜商老板提供这么好的高丽菜，我们会将这份幸福转送给当地的老人安养院。哎呦哎呦，来来来，长辈，你看来来来来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，你好，你好你好，欢喜欢喜欢迎。放着，我跟你讲，等了很久，真的等很久。来来来，我们来放菜，也确定。来，今天菜都来，拿来送给你们啊。来，姐这边，姐这边不要让老人家点菜。阿妈你好，你好啊，贵贵啊，你贵贵。你吃八八七九啊，八七九，八七九是九十啊，八七八十啊，八十九了，加出来哦。嗯。这挂手的比赛，我都看下你。哦，有咧看你的台湾 number one。手机咧，我那个黄奕杰的就在。张文琪啦。对，张文琪啊。啊，唔办了哦。办啦，办啦，明日之星咧，我咧看啦。了解。水喷喷，水喷喷，水喷喷，水喷喷。我就是这等待心酸路口。嘿。很难得能到老人之家与老人们一起欢笑高歌，也谢谢你们对我们综艺大集合的喜爱，我们会继续坚持做出让你们哈哈大笑的节目内容的。别忘了每个礼拜天的晚上8点，说出名字送给我们的综艺大集合。